香奈儿2019年20月秋冬高级时装系列，炎炎夏日品鉴冰雪世界。香奈儿2019年20月秋冬高级时装系列以冰雪世界为主题，在卡尔拉格斐 Karl Lagerfeld 与维吉尼维亚 Virginie Vinard 共同创作下，此系列的服装轮廓来自香奈儿擅长的刚柔并济设计。脚踩厚底登山靴，头戴斜纹软暖绅士帽，展现出既浪漫且洒脱的时髦绅士气派，漫步于纷飞的大雪中。以象征冬季的白色、米色、黑色和海军蓝色为主色调，穿插及抹紫色、桃红色、砖红色和翡翠绿装点冬日。穿插及抹紫色、桃红色、砖红色和翡翠绿装点冬日。而老佛爷卡尔也推出最后力作 Chanel 19包，以数字命名独具意义，如同经典的 2.55 包款。19包象征2019年纪念款，经典中带出创新设计，以方正的造型结合经典的斜纹软纳格纹，超大的菱格纹细节，绝对是年度霸屏款，不夸张。重点一，包盖上的双 C 转扣加入皮革穿裂设计，更显与众不同。重点二，背带部分除了运用经典的皮穿裂设计，这次更加入两种以上的金属，做出不同的细致组合，也能增加多种佩戴方式。除了皮革之外，包含斜纹软呢、菱格纹、千鸟格斜纹，多样化材质为19包增添多元风情。除了全新 Chanel 19包之外，无论是针对服装主题设计的赖车造型硬壳包，亦或是其他配件，也透露出高山风格。黑色亮面菱格纹皮革包，千鸟格纹斜纹软呢手拿包，人造皮草压印菱格纹掀盖包，与编织羊皮相机包，就是比别人优雅。优雅迷人的奶茶色，月上包款变身，受欢迎色调，绝对让你一路从春夏红到秋冬，今年一定要一搭。